今年是2021年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平安健康。去年是病情肆虐、动荡不安的一年。原始点的方法让很多人受益，也更坚信了原始点从因治病的疗效，比目前处理病毒的方式更好。除此之外，原始点的推广从原本大型的演讲，也慢慢转型到视讯教学，让全球各地爱好原始点的志工们能够一起上课，提升观念跟技术。展望今年，原始点医学已经逐步向全球爱好者公开直播，让一般的朋友都能够因视频而得到最新的资料与教学。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是，原始点的书在年底已经写完了，预计过年后准备出书。而这些资料很多都已经算是很完整了，而这一版相信能让读者感觉简明扼要，易学易懂，对大家在学习上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希望在新的一年，原始点能够为这个多灾多难的疫情填注一些安定的力量，让得到或还没得到的人有一个新的方法来解决疾病。展望未来，相信原始点可以逐步茁壮，让世人更了解，原来健康在生活中就可以轻易得到，而不用很复杂的医学，搞得大家很紧张，又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疗效。在此，预祝大家健康快乐。